那字儿看得清吗？看不清。我给你念好不好呀？好啊。威震长坂坡，大闹金兜洞。高老庄，念个高老庄好不好？大闹大闹，哎，大闹大闹，就喜欢闹腾。啊，大闹金兜洞。唐僧师徒四人过了通天河，顺着大路又向西走去。此时正值隆冬，师徒踏雪采冰，走过无数奇峰峻岭。这一日，远远望见山坳里有一片楼台房舍，唐僧高兴地喊道：徒弟们，今日又饥又渴，先进楼台化些斋饭，吃了再走。悟空对师傅道：姐，喝水。哦，你喝水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啊，我念了半天，你渴了。嗯，好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大闹金兜。嗯，就喜欢闹啊。唐僧又道：我实在是饥了，如何是好？行者道：师傅先请下河，等我去别处化些斋饭来给您吃。师傅给你放包里了。我江二爷不会原谅叛徒。叫我去江二爷，我就原谅你。我睡了。真是惊喜啊，谢谢啊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奶奶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欢迎经常监督指导。行，态度不错。闻到香味了吗？嗯，好好炒啊。我不是说让你把这自行车修一下吗？修了。修什么呀？这脚蹬子还是歪的呢。是吗？哎呦，我，哼，给我改天就修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别一天到晚的做玩具啊？你要开玩具厂啊？这不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儿子做的吗？那就等有了再做。洗你那头，一天到晚都是油烟味儿，弄得家里跟屎壳似的。
行，那我一会儿就去洗。好了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对，啊。我想吃龟苓膏。哎，好，我给你买去。我要吃红星副食店的。两条街外那个。别说两条街，二十条街我都给你买回来，好吧？顺道我把这脚墩子给修了啊。走，马上就回来。走，买龟苓膏去。吃点龟苓膏吧。嗯，我才知道这个有清热除湿、润肠通便的功效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啊，除了演戏，知道的太少了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几天跟你在一起，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好吃吗？这是好东西，上次啊是大美子给我买的。对呀，我今天去买龟苓膏的时候碰见黄海军了，他正在给你的大梅子买龟苓膏呢。大梅子没嫁错人啊，可黄海军啊不是太胖了的。黄海军胖的肚量大呀，跟大梅子正好互补，吃不下。哎，那你是说大梅子气量小，脾气大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大梅子是有个性，女人就应该有点个性，不然吃亏受欺负，对吧？看你呀，就是有个性。我们家天怀呀，吃亏受欺负。嗯，我还是少说多做，静静的伺候你啊。哎，碧云啊，你给我说实话，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你又瞎想了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就是各种小毛病，只要按时吃药，好好静养就行了。你骗，你们都不跟我说实话。我的身体啊，我知道，肯定啊，是得了什么不好治的大病了，否则你这么难的媳妇儿还天天来照顾我。你就说吧，我到底得什么病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看你训我训的多有精神啊，哪像是得了什么病的呀？你不说实话，那你走吧。嗯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先出去，我去给你炖个汤啊。嗯，这个龟苓膏，想吃的时候哦，不吃了。那我先端出去啊。奶奶。啊，哎呀，大礼拜天的，也不让孩子休息休息。他没练早功，已经是休息过了。奶奶，我不累。累你也不敢说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你们学戏的还这么苦啊。嗯，碧云啊，当年你也是这么练？我当年跟着师傅练比他练得苦多了，你要是想超过我还得加倍的练。师傅，我可超不过你。那就看你有没有想超的心了。碧云啊，我还没有正经的听你唱过戏呢，你要是再上台呀，我真想啊
去看一看。妈，你要是想听我唱戏，我现在就给你唱一个。好啊，好。欧阳红，你先让奶奶检查一下你练的功。好，奶奶，您看，这个叫云手，这个呀叫圆场。哎呦，这个叫翻身。哎呦，真高！奶奶，师傅出来了。嗯。哟，我在家就看到戏了。嗯，奶奶昨天还问你们呢。哎呦，哦，你说话快让奶奶看看。来来，快让奶奶看看，快抱过来，让我看看。看看，看看。哎呦，真乖哟，真乖哟，你们养的真好啊。哎呀，再吃小水儿吧。小水儿，我是姥姥了。你去看奶奶，看奶奶，看太奶奶。哎哎，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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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相公，乖，你先陪一会儿，我先去洗水果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哎，你看看谁呀？下一个。谁呀？嗯，谁？叫姥姥，太姥姥。太姥姥。你跟陈向东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对他好一点。我对他挺好的。我是希望你能付出真的感情，你们现在客客气气的，哪像是夫妻该有的样子。您是教我演戏啊？我又不是演员。你以为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你就是在演戏。我没有。有没有自己清楚。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你跟我说，怎么了？刘子。啊。我不想看自行车了。我今天弄丢了一辆寄存的旧自行车。我们三个一起赔偿，一人15块。没事啊。哎，一个月才挣20块，这样万一丢辆新自行车，那俺这一年不就白干了？那你报案了吗？报案也没用啊，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要不就去跟妈说，我们这一个月就不要交伙食费了吧。
这不太好吧？要不咱从存折里取点？不行，那是给你上学用的钱。我去找爸。哎，爸，这个月我们俩只能饿肚子了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？这个月啊，你们不用交伙食费了。还是公公对我好啊，爸，你歇着，我来。还是我来吧，你一会儿还要上夜班呢。哎呀，我是年轻的，没事，多大点事，我来吧，你歇着，爸。爸爸，我跟江森还有个事情得请求您，您得答应我们呢。什么事儿？哎。我要能做到的，我才能答应你。你能，你肯定能做的。我想去您研究所干个打杂啥的，主要是那自行车我真不能看了。你说今天丢个旧自行车，明儿再丢个新自行车，我跟江森真的就得喝西北风了。爸，求求你了，爸。我们研究所也就是一些杂活，整理一下文件呀，还有打扫一下卫生啊。也都让年轻人干了。爸爸，求求你了，爸。好好好，我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啊。爸，您真好，谢谢爸。爸，我来，这儿都交给我了，你去歇着，你去歇着。爸，交给我，爸爸。好。哎，啊，你跟改凤说一下，研究所安排不了他。回头我去人造板厂问问，但是车间的工作呀太辛苦也脏。没事的，江梅做了的，改凤也行。谢谢爸。对，你可以啊继续去上夜校，别担心费用。我自己在家自习就行了，不用去夜校上课。这么说你对这次高考很有信心？我觉得今年高考应该差不多吧。压力别太大，尽力了就行。好。哎呀，你奶奶的状况啊，越来越不好了。今天饭都吃不下去了，吃什么吐什么。有时间，你们也多陪陪。好的。四子，咱们回去吧，你好好复习。哎呦，奶奶，奶奶不耽误的。这次高考啊，我心里有底儿，不会再像上次那次。那好，那你考试，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？大概八月中吧。就到八月了。希望奶奶能等到那时候。哟，奶奶，您乱说什么呢？您这身子骨啊硬着呢，别说等我考上大学，等我生了小孩以后啊，还让奶奶您替我照顾孩子呢。好，好，来呀，我上100岁，看着我真孙子、真孙女啊长大了。奶奶，咱歇会儿吧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奶奶啊，要长命百岁啊！好。大孙子，大孙子，你看那云彩像什么？您觉得像什么？像村里的小羊羔，那长的像立着的马。
我觉得呀、那个肠子更像一只顽皮的小狗。你这一说啊，还真像顽皮的狗。像大梅子。是啊，这大梅子从小就顽皮，跟个假小子似的。大孙子，你和那个改凤过日子，是让你委屈了。不过他人不错，虽然他咋咋呼呼的，可他心里啊，全装着你。我知道的，他那个人啊，就跟香梅一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哎，这大梅子这脾气呀、太急了点儿，而且啊，说话没个轻重。以后啊，他要是跟鲁碧云有矛盾了、你得多帮着他点儿。我会的，奶奶，您就别操那些心了。您现在首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你呀、从小就有个大哥样，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弟弟妹妹。会。我累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咱回去啊。哎呀，慢点啊。天怀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又加班到现在，你手累了。妈，我不累。听碧云说，你晚饭没吃几个。我吃不下，这肚子硬邦邦的。妈知道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撑不了几天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儿子这些年做的不好，没照顾好，还让您受累，帮我带大了两个孩子，好不容易要把你接回住进去，你没怎么享福，还总惹你生气了。笑啊，我儿啊，做得够好了。你是我们老江家的骄傲，妈唯有你这样的儿子，高兴啊。你知道吗？
你的车去接马景辰的时候，全村的人啊，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你吗？他们话里话外的羡慕你吗？我们老江家几辈子才出你这么一个大局长啊！田怀啊，那个柳碧云不是妈挑剔的，她一个唱戏的，做家务不行，妈看你跟她过日子受罪了。儿子知道，儿子知道，妈心疼儿子，妈是为你好。这段时间啊，妈也看出来了，她也不容易。你们好好过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妈认她这个儿媳妇儿。那大梅子是个孩子，就是啊，脾气太冲了，跟我一样，他没心眼儿。你是当爹的，要护着他们，好好的给他们当依靠。妈是没法给你靠着了，去看看奶奶吧。奶奶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快来，快来，睡着啦。坐，坐。奶奶，您现在看上去啊，气色好多了。海军啊，你到外边坐会儿，我跟大梅子啊说两句话。什么事儿啊？搞得这么神秘？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他妈呢？我婆婆也挺好的，总说自己儿子命好，娶到了一个局长的女儿。就算不是局长，能娶上我们大梅子，也是他祖上啊，积了大德了。赶快呀、啊，生个大胖小子吧。哎，我说过，我不想生孩子。不能这么想，女人哪有不生孩子的？要生，男孩女孩花着生。您当我是花生米呢，还花着生？米呀、啊。
就是性子啊，太直了点儿。多亏呀，他皇家呀，是好歹。可你呢，也不能啊，得寸进尺，该退呀、啊、就退，这样啊，日子才能过得长久。记住了，嗯，记住了。这样啊，奶奶走的才安心。不许胡说啊！你能活到100岁呢。大梅子，以后跟那个女人啊，不要再吵吵了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你爸呀，是死了心跟她过了。你要是这样闹腾，难受的是你爸。奶奶，嗯，您今天怎么了？奶奶想明白了，奶奶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去。不想吃，你有事儿就忙去吧。我想睡会儿。好，那睡会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呀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饼干，您留着自己吃，烙给江林。啊，嗯，我就给您放这儿。您睡会儿，我明天下班就来看您。好，走了啊。睡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嗯，走了啊。回去了。哎，回去了。妈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不想吃，我想洗个澡。明天你带我去澡堂吧。澡堂人多，空气也不好。一会儿我在家里给你擦擦身子。就去澡堂，澡堂洗得痛快。行，我明天上午去趟单位，10点钟回来我就带你去啊。嗯。10点。嗯，凯峰啊，这是去考试的，穿成这样不太好。这样好看，这样肯定能考上。是吗？嗯，可以的，我相信你，江三。他爸，这么早就走？啊。在家里待不住，想早点过去。你就是太紧张，放轻松。走，陪你走走。哦，没事了吧？走吧，咱爷俩聊聊。我去了。嗯。江森，
加油。走吧。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，很可能跟政治有关。最近余秋里同志在人代会上说，怎么样才能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再搞快一些，这是全国上上下下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啊。爸，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？加快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啊，也不是空话，要扎扎实实的下功夫，按辩证法唯物论去办事儿，埋头苦干啊，尊重科学，鼓实劲儿，不鼓虚劲儿。江三，你经过半年的努力，爸爸相信你。谢谢爸爸，我会加油的。小雪，小雪，水忘拿了。好。小雪，东西都带齐了吧？嗯，带齐了。那个准考证，准考证，再查一下。我带了。小雪，记着，考试的时候啊，一定别紧张。我没紧张，是你在紧张。那这样，中午我给你送饭去。不用了。你照顾好洋洋就行。那行。行，我走了。你是春日星。
牵动我每次心跳，你是夏日微风，阵阵听到我每次祈祷，这颗心想和你一起。